给老铁们录的这个是调节钩，就是缩短链滑钩，加装了这个安全挡销，它可以在链条上面随意的调节，节省了蝴蝶扣，节省调节器，并且不会脱钩，任意一扣都可以挂得进来，非常的安全，链条是不会脱落的，绝对的安全。摘钩必须摁下这个挡销，链条才可以取下来。然后这个是10毫米链条用的，3吨的规格，最小的是1吨，最大的是5吨。喜欢的朋友点个赞，感谢大家。